我们就来看一下哈，他要问你，小心哦，他问你是这个，他有画线的压力，压力就是 F 除以 A 或者是重量除以 A。那甲它有三块，它的面积是两个面积，好，所以三除以二，这里是三块，所以它的面积是三个面积，这里是四块，所以重量是四，它的面积只有两块的面积，所以我们可以比出它的比例是3:2:4，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